30岁以下的人根本不懂传奇。我这一款不请明星代言，因为没有那么多氪金点，请不起。我这一款不搞 VIP 和战斗力，因为真正的传奇是靠装备提升实力的。我这一款不消遣你们的情怀，因为我做的是心目中的老传奇。散人打宝打金打材料发育，土豪靠收装备变强，良心180复古手游。